难怪西方的政治观察家要说，这真是北京最寒冷的夏天了。由于中共悍然切断了一切对外的卫星传送，因此我们要透过岳阳电话，请目前正在北平采访的台视特派记者许浩平为我们报道今天下午以后最新的情势发展。浩平，目前你人在什么地方？我现在的地点正在北平天安门广场附近一栋大楼的制高点上面。你观察到什么现在？现在我们在附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挤满人潮的长安大街，还有目前绝食声援同学民众全部都集中在大广场上面，几乎人数超过20万。嗯哼，那你判断今天入夜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因为我们现在路口已经看到一些同学手上举的标语，表示今天晚上中共将会出动空降部队，用武力来镇压抗议请愿的学生，所以他们都在预测可能会有流血的情形出现。不过他们现在还是决定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是目前如果中共看来采取这样的措施的话，可能未来的发展很难预料了。嗯哼，亲眼目睹说这样子一个波澜壮阔的争民主争自由的运动，你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我想首先的感受就是目前我们所有的中外还有港澳台的新闻记者全部都限制采访新闻，而且包括我们在中央电视台原来定好的卫星从今天上午11点开始全部被切断，而且根据了解中央电视台现在已经全部被军事机关所控制了。是，那么这是我们所现在新闻采访上受到的限制，那么包括我们出去都受到一些监视，或者在采访行动上受到很大的限制。不过整个看这次的行动，从5月13号到现在，可以说学生虽然他们激烈的争取民主自由人权，不过都相当的理性。嗯哼，好的，非常谢谢你浩平。好，谢谢。